今年2成16的打击率，22支安打，有1发红不让跟7分的打点。近况是稳定的提升当中，赛前连续3场比赛有安打的演出。攻内角，这是坏球。应该是此主审直接判好球，他应该没有出棒。哦，所以现在是一好一坏。高宇杰，这时候来到投手丘，好像手后面是不是有点紧紧的？刚刚这个球投完之后，表情就有点不太一样。哦，防护员赶快上来这边，哦，那赶快牛棚这边要有些动作了。王建民投手教练也来到投手丘附近哦。到目前为止。控球好像一直右手这边哦。哦，这要去治疗一下。哇，这个连续2天兄弟这边都有些球员有身体上的不舒服。那这个时候吴哲源先来治疗一下，先请观众朋友稍微休息一下，待会我们再回到这一场金控大战。的位置哈，直球来了，三振出局，漂亮！想要改变的节奏，变化球掉到了林子豪，走在了内侧，最后是跨局的连三 K， 蛮球数2出局，直球进来，擦棒被捕，149公里的速球，哇！林敬凯去追打了一个偏外侧的坏球，遭到了三振，这有一点接近。哇、okay 啊！三振出局，吴金龙是头也不回的，走了一个变化球，掉到了潘杰凯，再走一个外角的滑球，最后三振掉了陈崇宇，第8K 了。一好一坏，塞了直球进来，第9K。张浩钧已经追平了他在中职单场最多3振的记录，来到9次了。嗯，不，他今天的速球的威力真的是展现得相当不错。那一方面会觉得不错，是因为统一对他的速球的这个挥击并不是这么好哈。